恒生指数最新系报28,444点，升200.1点，成交超过200.5亿几。证券嘅港股腾讯控股升200.8，东方银行升90.1点，建设银行升90.1点，中国平安升1蚊，吉利汽车升1蚊。恒生指数升20.2，中国银行升40.1点。